如果宇宙有一种通用的语言，那一定是数学。数学不但拥有真理，还拥有至高的美。手握数学这把钥匙，无数大门等待你的开启。物理是一座通天高塔，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接力了上千年。大到星系宇宙，小到亲子夸克，物理学最让我着迷的就是这种跨越了40个数量级的精彩。考古就是透古见人，重建古史。正是这些历史中的遗存，使我们成为了我们。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人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摆渡者、守护人。在这里，每个灵魂都走向他最渴望的姿态。在这里，有自由真正的含义。在这里，我们践行着大学教育最初的目的，学着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各个领域都有大学者担任我们的原培导师。北大是一种空间，一种母体。大学是个求道的地方。法律是依据规则治理社会的事业，世俗但不庸俗。法律人不能只是法律机器，而是要带着温度去审视种种不幸背后的原因，然后去努力改变他们。这里见证着中国法学的发端，也有北大法律人一个又一个的英雄梦想。自有文明以来，人类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对生命真谛的理解，人类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可以像今天这样清晰地看到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北大学医是在最好的地方度过生命中最美的时光，我们接触到的不只是医学，而是北大所有和医学相关的前沿交叉领域。那么我们现在的时代叫信息时代，我们下一个时代呢，应该是智能时代。我们信科人不只是程序员，也不只是电焊工，写有灵魂的代码，做最高效率最低能耗的器件。在这里，在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我们用零和一两个最简单的数字去打开世界的无限可能。